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昨天练得蛮累的，然后后来又去练柔术。练完回家之后呢，就谢谢 Donate Bro。练完回家之后就非常累。那因为呢，今天要去出庭，出一个哦，很你真正是抓狂啊！你真正是抓狂啊！一个庭啊，所以我昨天就很不爽。因为今天一大早，像我睡觉时间是差不多在凌晨，我跑完步，然后再吃最后一餐，吃最后一餐跑完步，差不多四五点，我会开始去房间滑手机，准备睡觉，我的生活习惯，所以我早上七八点就在那边准备要出门了，因为要去台北开庭，台北会塞嘛。所以等于林北是没睡觉的，所以昨天为什么没开直播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就是因为今天一大早就要去开庭。哦，那你说，如果你说今天开庭是用正确的方式，我没有意见。哦，我污蔑一个人吗？或者说我怎么样吗？哦，那这个《自由时报》有多恶心，各位知道吗？最后的晚餐没有了，不是啦。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今天去开庭哦，真的是笑掉我的大牙。台电商会员注册不是台湾的手机要收不到验证吗？怎么办呢、啊？你帮我密明天早上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，帮我密恶名昭彰的粉丝团。由我们的客服帮你服务，好不好？你用密的，不用花钱。FB 打恶名昭彰，有个粉丝团，你直接密他。中午十二点，我们的客服人员就上班了。你问他，他就会教你怎么做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是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为什么我今天会被激进党告？哦，我让大家知道哦，这个有多扯。我们先大家回忆一下，我是为什么被告的？哦，回忆一下，今天我的事情先讲了，我太不爽了。看一下，哦，抓着不放。根据美丽岛电子民调，在蓝白合破局后，民进党赖萧配支持度来到3%到8%，这是赖进，差距反而缩小了。大批警力包围两方3年的行监察院，就是要监察院了。不要再包庇了。直赖清德外离老家，过去财产申报未如实贴上批准不一致。来，我先讲哦。然后我就是像这样嘛，那一天我就是像这样嘛。他被丢花之后，他们的党主席跟那些人不是出来在那边讲，继续骂黄国昌，骂柯文哲，大家记不记得？我一样，就是类似像这样，我就把画面打开嘛，我就禁止，然后我开始讲。哦，来。后来，我就这个画面嘛，他们那时候激进党的画面，我就停在，我只是打个比喻，就停在这个位置嘛，就像现在做直播，我后面有背景，背景就是他们激进党。好，我今天去，前一天给妹发新闻了、啊，前一天给我发了一个新闻，在抹黑我，
自由时报，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。我开庭前一天发了一个新闻在抹黑我，然后我就开庭呢，啼笑皆非。我今天就跟大家讲，哦，激进党是多么烂的，我再强调一次，多么下三滥的一个政党。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字叫下三滥？待会我会讲到。检察官问他说：“请问一下哦，你认为馆长陈之汉在民国几年几月几号嘛晚上做直播？这是他们提供的，他们已经有提供直播的影片给检察官哦那一段。好，他就娓娓道来，真他妈有够啰嗦。我在旁边听的是三条线，检察官我认为啦。”因为检察官他要公正嘛，但是我认为检察官也很三条线啊。他问他告我两个东西。第一个，他告我恐吓他。这个我就讲过了。操你他妈的丢人家东西，你身为一个政党，你丢人家东西，你用暴力的方式，你敢乱，你敢闹，你敢暴力。我们当黄国昌的好朋友，我们出来帮他讲话。你告我恐吓，检察官就问他说：“检察官就问他说，请问一下哦，那有哪几句话？就是他有提供我的直播片段嘛，是恐吓。这个东西哦，我不能乱讲的。欢迎记文，因为侦查不公开，那都是屁话。你们都可以去法院调卷。我跟大家讲，法院都可以调卷，就是我们双方在法院里面。”在检察庭里面讲了什么话都有记录，都有记录，都有卷可以调。我也在讲这些哦，都有记录，都有卷。今天早上九点发生的都有记录，都有卷。我再强调一次，都有记录，都有卷。我绝对不会乱讲话。检察官问，请问一下哦，你认为陈之汉啊哪几句话是恐吓你？他说哦，他说啊，如果啊，听清楚啊，他说啊，我是不是这样讲？他说啊，我直播说啊，如果我在现场啊，听清楚哦，我一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觉得他觉得听到这句话，他身心感到害怕，他觉得我在恐吓他。他妈，你没听错，我再讲一次，我说如果我在现场，我被丢。我他妈一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说这句话是恐吓。他说他听了这句话之后呢，他觉得很害怕。检察官啊，我是没有哈啦，我是这样，我是他妈就很不耐烦。我说啊，我心里面哈，你说他小，检察官，嘿，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认为是恐吓？那你其人之道第一句话嘛，其人之道就是你激进党你敢胆，你敢黄国昌胆，那就是也是恐吓咯。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，所以你他妈你在丢花，是你丢还我丢？你丢人家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的国文又一个叫你上国文课，你跑去上体育课，你的国文老师。永远看不到你。你上国文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跑出去打快打旋风，打九五格斗天王？啊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说这句话恐吓，恐吓。好，检察官又问，检察官又问，那？你还认为还有什么？他说我后面讲到，如果我在现场，我在现场，警察也拦不住我啦，我一定会揍他啦。如果我被丢到嘛，警察也拦不住我啦，我会揍他啦。我跟你讲，先生，你不要打我，你打我我会动手，我会还手，这叫恐吓。我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在现场，我后面还有讲嘛，我们接下来不是要举办很多场吗？你来现场，我是不是要跟馆门讲，哦，你们帮我丢他，
我说如果你敢来嘛，你丢人嘛，你来换大家丢你嘛。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我说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后面这些话呢，他都认为是恐吓。可是这有个前提嘛，如果你再来，我被你丢到，这两个前提。如果那时候我人在现场，你丢我，警察拦不住我，我再讲一个，如果你不要做，哎，你不要拿花丢我，你丢我我会揍你，警察也拦不住我。他说，警察，我听到检察官说，他讲这一段，你认为哪一段哪一个是恐吓？他说警察拦不住，他觉得很害怕。你看他们这种人多么无耻啊！他说因为警察拦不住，他觉得天哪，连警察都拦不住，他觉得超害怕的啦，所以我在恐吓他啦。各位听听看，这样的一个政党，他说，我说警，他说你看，连警，他说连警察都拦不住，这是干咩卡胖的？你在玩文言文哟？警察拦不住，这是恐吓的、啊。那这个东西叫恐吓吗？譬如讲说，哎、欸，你不要打我啊！你打我，我一定打你；你丢我，我一定打你。这叫恐吓，这叫做你不要给我做出暴力的事情，你不要那么北蓝哦，不然的话我就会还击哦。检察官问我啊，他说如果我在现场，他丢我会不会还手？我说人之常情啊，他丢我我一定打他。哎，可以去调件，馆长就是这样讲。我说如果我在现场，我被丢到了啦，我一定打他，因为我觉得这叫人之常情。你丢我嘛，我被你伤害到了，我还击嘛，我在防卫嘛。我说我反全问我、啊，我说这不是恐吓啊，这是一个如果人在现场，我被丢到东西，我被打到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一定揍他，这叫恐吓吗？他说哦，好，更好笑来了。他问说：“那你告他两个嘛？”检察官问说：“那你认为陈志汉在直播当中讲这些东西，有哪一句话是毁谤你、妨害名誉？”他说：“陈志汉说拿花丢黄国昌是一种下三滥的行为。”他说：“下三滥这三个字是一个毁谤。”再强调一次，他说下三滥这三个字是毁谤。下三滥这三个字，你拿人家丢东西，你丢人家东西，丢我朋友的东西，你不是下三滥，你是什么啦？你们这种下三滥的行为不符合下三滥吗？谁选举在丢人家东西的？这一次就你激进党，这么多的政党，这么多的候选人，这么多的立委，这么多的人要选，就你激进党丢人家东西，从头到尾这种行为，如果不叫下三滥，台湾还有言论自由吗？他说下三滥。再来更有趣了，台湾法官强调，他说啊，台湾哦，自由言论了、啊，我已经超过了自由言论的，老仔一讲哎，他说我已经超过了自由言论的，他说呢，他今天听清楚这段话、哦，法院有记载，他说他今天丢的是黄国昌，有意见也应该是黄国昌，其他人哦，可以不赞同啦，但是不能这样念他啦。只有黄国昌，因为丢的人是黄国昌，应该由黄国昌本人来发表意见。这是啥小啦？哦，所以聂同案就他的爸爸妈妈出来处理，其他人都不准讲话。
所以社会上一大堆事情，只有当事人能讲话，旁边人通通给我闭嘴，这叫激进党哎！他把国民党说是什么？他说台湾不自由啦，说国民党是阿共啦，说他们他妈威权统治啦，不给 人民自由啦，不给他们打着一个台独的旗号啦，说台湾要自由啦。他说只有我们丢的是黄国昌，黄国昌回应我们接受，其他人不接受啦。来评论这件事情，大家回我们黄国昌可以啦，只有黄国昌，因为我们丢的是黄国昌，不是你陈志翰。他到底讲什么啊？他跟检察官这样讲，我听了又傻眼，我又傻眼一次。这样子，我没有胡乱，法院都有记录，可以有兴趣可以去调，馆长有没有说谎？然后我要走出去，法警叫我一下，检察官叫我一下，好像他们要开记者会。我知道我多帅吗？检察官问我说，我有什么话要讲？我说检察官是这样，我认为他告我的行为，哦，就是一种把法院当作他的政治舞台，蹭流量的地方，这是浪费司法资源。我去法院哦，检察官问我话，我直接当众这样讲，他人在我旁边。就是他听完我这一段之后，他才讲，哦，我的言论已经违反自由言论，要也是黄国昌出来讲，而不是其他人。其他人可以不认同，但是只有黄国昌出来讲。我就前面讲这一段话呛他，我说法院是你的舞台啊，你把法院当做什么了啊？我走出去，我还听法警说他要在楼下开记者会，大家知道吗？我走出去的时候，记者拦我，我说我不走，我今天不访了啦。我说我们不要给这种人流量。Oh, 我就拍拍记者的肩膀，我就一边走，我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说谁告我访都可以，我说这家伙我不要给他流量，我们不要给他流量，我们不要给他流量，我就走了。我说不好意思，谁访都可以，这个激进党我不接受，我说我不要给他流量，我就走了。所以你会发现我今天没有我的讲话，有我的新闻，我没有讲话，走下来我就很肚烂。Oh, 我就跟记者讲说，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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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激进党啊，我们不要给他流量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记者笑笑的，因为我让那记者访好几次了嘛，你知道记者你常见面看好几次。我说我们不要给他流量，我这种人垃圾，我就走了。我说他蹭的啦，哦，我就走了。我听到激进党，我就走了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给你看这个东西哟、哦。他怎么他们民进党怎么做的？你今天可以看到这些新闻，我直接放给你，你可以搜寻24小时你看馆长的新闻。他在前一天他就知道我要开庭了，他就出了一个新闻，在欺骗误导台湾人。我来给大家看哦，很扯哦，激进党是民进党的嘛，大家知道吗？哦，不知道我让你知道，这是今天的新闻，来。被激进党告恐吓馆长，经已被告，有没有？但是你看不到我有讲话，哦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这家伙了没有？他把什么？他把法院当作是选举的工具，各位看到了没有？那时候选举啊，他拿着告我啊，在那边在台北这个法院啊，浪费，怎么看到？啊，你也可以去网络上找啊。他讲说要告我，他在骂柯文哲，骂黄国昌，骂柯文哲中共来的啦，骂黄国昌也是啦，好、哦、背弃太阳花啦，支持中国啦，这个就叫做民进党的打手跟侧翼。哦，那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他告我，他新闻给他写什么？来，你看，你看哦。这里看，你觉得他是在告我吗？来，他，你看，他根本是在演：一、收割太阳花反毛骂活动；二、投靠中国协力者柯文哲；三、
追打赖清德的土地，追寻球官新界对柯文哲农地视而不见，这是在告我吗？这是在告我吗？他把告哦变成是一种政治的工具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在讲这个啦。正在告我吗？你看哦，上面说陈志汉开庭，然后下面他妈的报说啊，妈的嘞，柯文哲是垃圾啦，那赖清德你打他土地干嘛啦？哦，柯文哲的农地啦，哦，那黄国昌啦，他是在告我吗？你看哦，然后来，你看哦，来《自由时报》，恐吓、公然侮辱、战、公然侮辱惯犯，馆长若欠缺法律素养，可向黄国昌学习。你看，你看，写一篇新闻。来，你看哦，他拿这个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去法院的样子，我今天去法院的样子就是这张照片，今天的，哎，今天我去法院就是穿这个，哎，哎，没有，这是上次的，这是上次我去法院的，今天不是穿这个，来，来，我跟大家讲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个我有上诉了，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怎么帮他写的？下面就写激进党。然后说我是意见领袖啦，哦，来，我念给大家听啦，哦。馆长之所以在台湾社会发出影响力，在于其运用意见领袖的社会功能。哦，布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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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而，馆长屡次没有提出任何证据，没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吗？我有证据啊，我都送给法官了啊。哎呀，啊，问题是你们敢回我吗？你们敢报吗？证据一，陈明文违法帮保和会接见非常多次。证据二，证据二，于天等20名立法民众民进党的立委帮保和会的金主开脱。由此可见，民进党跟保和会关系非常密切。然而开枪打我的是保和会。难道跟民进党没关系吗？而且案件到现在为止都还没侦破，主嫌到现在为止找不到，然后保和会跟民进党关系非常非常的好，20几个立委要审 TDR 案，你新闻敢报吗？我讲到我在直播讲到烂掉了，我怎么没有证据？我证据一直讲一直讲，啊，你敢面对吗？你敢面对吗？啊！来啊！我随便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啊！你自由到底在抹黑什么？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中文字就是保和会的金主大哥啊！他帮中文字说，杀人犯我都不判那么久嘛！中文字保和会的金主，他洗钱、诈欺、洗钱，被判了18年。我们民进党的立委于天在立法院公听会帮他讲话，哈，被判18年，杀人放火都没有判这么久啊！的确啊，你们民进党杀人放火本来就都不判不久，连诈骗都不用关嘛。金管会主张不再修法，立委于天认为中文字炒作 DDR 被判10万，判刑过重，导致冤狱发生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让民进党的20个立委，包含于天，帮一个保和会这种杀人放火的组织，台湾的黑道开枪开的4、5起都上新闻，恐吓勒索、掳人、
妨碍自由，样样都来，杀人开枪。中文字就是保和会的，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可以让立委去帮中文字讲话，帮保和会讲话啊？什么样？你大家可以看啊，闯关失败。一年前闯关失败，今又卷土重来，多名立委及经管费都反对中文字条款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那这个东西有一张纸，他们要闯关，哦，那时候有20个立委在上面盖章，都是民进党的，要闯关，帮保和会的金主，这不叫证据，什么叫证据？立法院民进党帮黑帮做事，帮黑帮修法，这个没有证据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，他说呢，哦，来，反正他这个文就出来 K 我的啊，你可以看一下写这个文啊，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样就可以写一篇新闻来黑你了，这样就可以写一篇新闻来黑你了。什么？其实你这边我可以讲啦，不帮民进党讲话啦，都是妨碍人家名誉啦，帮民进党讲话啦，就都是对的啦，不帮民进党讲话啦，哦，就是反制啦，就是长肌肉不带脑袋啦，对不对？帮人民啦，不帮民进党，就是只长肌肉不带脑袋，是不是？啊，前面来，我还有一条，这个好笑，来，无心带。这个卷大家都可以去法院调，哦，你这个写这个文的人哦，你出来听一下，我告吴新代，不是说他说我是黑道，不是说我是黑道，废话，我自己都承认我以前混过黑道，哦，我再次强调一次，大家都知道嘛，那时候他说我们公司的员工，还有我们公司很多人都有前科，是一个黑道健身房。黑道公司是我的员工，我的公司很多人都有前科，我们是用这个去告他。法官判我们败诉的理由是因为现在是选举期间，现在是选举期间，我在举办716的时候，法官说这是选举，选举的语言他的容纳，就是说人家会说你怎么样嘛，你会说人家怎么样嘛，你的容许要宽一点。法官给我们这个解释，哦，那很好玩哦。我今天被民进党告，还有我之前被民进党告嘛，几个礼拜前出庭嘛，接着又被激进党告。那请问一下哦，这一些发生的也是在选举的时候。我们再来看这些法官会他妈的，会不会他妈的嘞？哦，遇到我就转弯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这个他妈没人进去瞧哦，没人进去法院里面跟那些法官瞧，我死都不信啦。我说人家有前科，我就要赔人家10万呢。这是什么台湾法律啊？他说我们员工有前科，我们员工就没前科。这个法官就说啊，因为是在选举的时候，怎么样怎么样哦。大家听听看，啊，这一种乱七八糟的司法体制。这样的一个司法体制乱七八糟，包含今天黄国昌去咨询到快中风，我的好朋友吴宗宪当主席也他妈快中风，两个，一个是法学博士黄国昌，一个是曾任检察官20-30年，两个都是法界的一级棒的人，两个在咨询一个司法院的，司法院就是管法官的啦，我跟大家报告他多屌啊，哦，每个院就是有独立，哦，不干预，不知道讲什么啊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嘛？什么时候回复我们？我没有办法回复你数字的问题，啊？我今天你是人民请的，
你们这些人都是拿人民薪水的。我今天人民的民意代表问你，什么时候把这个案子查清楚？你跟我讲，院跟院之间要尊重，嘿啊，然后嘞，这个是一个数学题，嘿，然后嘞，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数学题的时间，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。黄国璋俩公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吗？拖吗？他还是继续这样。我认为我没有办法，意思就是讲，你妈做你妈啦，温法院的法官就是这么屌啦，就是不想屌你啦，我们就是被官说怎么样，所以大家会信任台湾的司法吗？连民意代表问你，你都不屌了。那各位觉得我这个，我开庭开到他妈的嘞，我现在去都妈都他妈随便啦，你要我跟法官吵架，跟检察官吵架，我都敢，只要我有理啦。这台湾到底是什么法律？什么咕噜？馆长就会有，管你只要我讲一句什么不对，馆长你是公众人物，你要赔人家钱。这吴兴代不是公众人物，我要去选立委。他说我们全家都黑帮，不是我哎、欸，说我的员工哎、欸，那些字都留着哎、欸，大家查新闻都查得到哎、欸，他可以乱讲，我不能乱讲。一个法律，两条判例，所以让人民无所适从嘛。谢谢斗内，谢谢。然后还配合这个新闻，还配合这个新闻，然后这个新闻还借由我，大家仔细看，他其实不是要修理我，他要修理谁？这个人啊，他修理我，他要修理黄国昌啊，因为黄国昌最近实在太秋了、啊。我被告这些东西也是因为那时候在帮柯文哲，在帮黄国昌选举，在一直骂民进党，一直骂激进党中的嘛。所以我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秋后算账啊！你别没在屌你的啦，干你娘的精神领袖，什么领袖都一样啦。我今天讲他不利，台湾网红何其多，靠政治赚钱的网红何其多，名嘴网红何其多。为什么今天人家会看我们听我们的？就你在三言两语啊，开头看你自由两个字就什么都不用讲了啦。开头看到自由、三立、民视、一周刊、近新闻这几个恶名昭彰的绿色媒体，一看到大家都不用怀疑了。聊天室说是不是嘛？写啥小？把黑写成白，把白写成黑。我今天就跟你讲，以我的事情，你说假新闻，什么棒不说花多少钱就有假新闻，他们都不用花钱，因为对付馆长是一定要的，对付馆长就是一定要的。操你妈的啦！老天让赖清德哦选上哦，老天瞎了眼啦、啊、台湾人民哦，接下来四年啦、啊、有的受，有的受，你等着看。今天调息嘛，他知道要通膨了嘛，十月份要涨电价嘛，现在要通膨嘛，他还调息嘛，哦，来继续，他知道房价也会涨啊，他先用调息啊，他怕又涨啊，因为通膨一涨，房价又飙起来了。这种无能的政府，只会用法律来恐吓你，养法官啊，弄你啊。人家告我们都会成，我们告人家一样的事情，我们就不会成。所以你说馆长昨天有没有开直播？我今天他妈很委屈耶、欸！我今天他妈真的有够委屈耶、欸！什么干？